好，我们杀伤战士。谢谢，谢谢。严总现在有很少去上海，是啊，他以前常去，常去上海，没有，他现在去上海没有去找你们，要洽公，非常适合上海，其实平均下来没有，平均下，他如果说以，以我们要台湾眼光看的话，是贵。因为收入跟那个消费不一样。有啊，三十也有。跟我跟球球一样重。你是两只嘛那个？我跟你。倒还好，就是时间要花很多时间，然后夏天到了，那个毛跳蚤，它自己会觉得很热啊。会啊，因为狗的散热对舌头跟脚身体没有汗腺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它没有汗腺。安全投了。你要几年级？四年级啊。这东西怎么投的？低压刀的。低压刀。you
为上海很冷，嗯，还有十几度，天气真是很奇怪。对啊，本来都把冬衣收起来，要把外套拿出来。我这次回来就穿一件厚外套。嗯，哦，对了，已经25-26度。Thank you.